脑再战东北王，这操作太丝滑。高能对局啊，民间第一草草地烈来打叶枫了，非常的高能，非常的好看啊，记得看到最后。哇，双方连敲这个地狱迪洛啊，奈洛洛啊，完了，升空，升龙升空了啊，这一波打冤，正常操作啊，没有什么非常极限的操作。伴随着这个热血的音乐啊，还有精彩的连招来了 ，AB 折中，好五连，这一波是已经晕了呀，啊反小跳啊，一个奈洛洛站 B 下 B 两点接站 A 哈、啊，接无视，哎呀秀的压逼啊，好先拿下一局，看这一局啊，很丝滑呀，有没有发现？哎，可以，这一把是终于打到对手刚想要出招而未能出招的一个点，晕点有在的，这下应该晕点没有了。好的，又是一个跳攻击的上段啊，拿下。这些也都是一些基础操作啊。接下来亮点又要来了啊，精挑细选，哎，晕了。哇哇，看到了没有，牛逼啊，他这个重拳打的时候啊，是在对手起身之前已经出手了，所以说才能打出这种木压连啊，五 C 接五 A 啊，然后接无视，而且都是站着的接啊，有点难度的。难点的话，哎，先看完这局，哎呦，来怎么秀怎么秀啊，双奈双奈落落，但是这个五息是真的不好接啊！啊，再拿下一局，啊，点个赞继续看啊，依旧有非常高光的操作，好，继续欣赏啊！哎，判定好强啊，出招很准哦，再一次弄倒，哇呀，你看全都是重攻击啊，打每一下都是两个点的啊，两个晕点的，啊，这招是不是似曾相识啊？啊？又来了，又是一个反小跳哈，然后站 B 下 B 两点接站 A， 然后再无视，看看叶枫能不能赢回一局婉尊局啊，可以的，婉尊局先拿下一小局啊。对了，之前小号已经给大家发了一个精选版的哈，这个是完整版的，可以去小号关注一下看看，可以升龙，喂，升龙倒地，一直压着打难受，再砸回去，完了，刚好晕了啊！来，又是这一招，哇，成名技啊，兄弟！关注秀秀不会走丢、哦。